真的很谢谢你，不过你真的不需要这么特别关注我，好吗？我赶时间要去上班了。找我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？阿三呢？你可能也认识很多年。我没你说，就我先说，我连不能好瞧不着。我先说嘞，不过干了不来了，跟业务。你不要跟他说那么多废话。不能说话不就来？有件事告诉我，是你今天早上在我家楼下打死上班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因为我有些急事找他，我不是故意骚扰他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。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洒脱点吧。你总是时不时出现在他身边，这样谁还敢追我女儿啊？阿森也是为我们女儿好，好吧？女人的青春有限了，阿森的黄金十年已经给你。